今日最後的一場舞台表演，我們交個台給 Group Pun， 嗌咗名啦。歡迎大家嚟到亞洲遊戲展啊！響披星城舞台呢一邊咧，呢個唔係亞洲遊戲展喎。喂，少少更正先啦，我哋呢度唔係亞洲遊戲展嚟㗎。響披星城舞台呢一邊啊，好快咧就有更多 extreme 嘅比賽啦。嗱好多謝大家嚟到呢度RG啊！咁啊，我哋係 Group Pun， 咁今日係。嗱喺北後輩之後咧，咁到我哋呢班前輩嚟演出啊！我哋啊，遠到日本而嚟嘅製作人啊，好快夠啦，真係夠啦，真係夠！嗱咁OK， 咁我哋第一首歌咧就都想唱下歌先，因為跳完舞就好攰，冇聲唱噶啦。我哋揾到電視，電視又唔好嚟。哦，係，咪先？我哋而家首歌係咪冇人聲唱？好似係咁，哎呀死啦！唔識唱添，我唔識唱，點算好咧？識啊，又唔識。哎，唔好出聲咧，出聲嚇親人。係啊，咁就大家識唔識唱啊？未來地圖。識唔識啊？哎，啱啊！有冇人唔識唱？唔識唱未來地圖㗎？啊，我 feel 到有啲嘅，可唔可以跟住我一齊唱下先啊？好唔好啊？你帶碟㗎喎。哎呀，好嚟嚟嚟 ，rehearsal 先 OK， 我哋準備嚟啊！一。ひどりじゃないからね僕らが包んであげる間もなせて兄のまま君を鳩に響かせて君の言う名の奥は世界で一番の花束に筋は下を刺してる給一些掌聲，我們的遊戲製作人廖山陀先生。嗱，識唱嘅一齊唱嘅咯 ，OK？ 係 music 唔該。係啊，真係。空を見上げてるだろう戦闘機を超えて一つのメロディー化をしてたような We'll be この脳を Maybe May your happiness Say sound and blue そしてこけたいんだと信じたいんだ僕なら未来を一人じゃないからね僕らが包んであげる兄のまま君を後に響かせて君という名の奥を世界で一番の花束に筋は舌を刺してる長い目に染めて砂時計を返して静まる時を見つめ儚く遠くを見てた大人になるってことがちょびに怖くて君に寄り添う弱さも分け合ってキスみたいにこの夢一度抱きしめよう幸せ毎度に妙に描いたり直しにしようだから笑顔で行こうよ風に乗らながら
のにじゃないからね僕らが包んで泣ける守らせてパンのまま君を君と花の本気を世界で一番の花束に血を吸った棒を刺してる七色に染めてひとりじゃないひとりじゃない掌聲佢啦！我好少佢咁樣掂噶。OK 啊，咁啊，好啦，跟住真係要跳舞啦。咁啊，咁啊，得啊，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呢個歌王之極地大賽啦。咁我哋前輩們咧都要跳一首主題曲嘅。咁就係咩名啊？咩歌名啊？係啊係啊，唔係先輩先我，我哋唔會傳我嘅，我哋係。其實全裸都冇所謂嘅，只係兩個會除衫嘅 ，OK 好。好咁啊，好阿芝粒，哇後邊多嘅，可以玩好笑咩先？驚見到你，我上一個台會冧咗嘅，好。好，咁我哋真愛1000%。
翻佢啦，佢系啲咁嘅人。哇！但有人傳我，唔代表我會傳我嘅 ，OK？ 交俾你林俊 ，Go！ 咁喺後面一段混亂嘅呢個除衫展之中咧，我想同大家做少少嘢嘅。大家跟住我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做一個動作啊？舉手啊！舉手。好，跟住一齊做好唔好啊？我扮一齊。你哋嘅左邊，啊唔係右邊嚟嘅，你右邊係啦，左右右。第一次，一、二、三、三。嗱，今日做先食，嗱我哋你哋嘅右邊先啊 ，OK。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係，其實呢首歌咧，一陣間會大家一齊跟住一齊做啲動作嘅。係點解咧？因為其實呢首歌就係高登斌華嘅Miss Claire。I'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